来看到法国巴黎开始来实施讲这市区的建路，这时速限制是30公里，讲要优先气候环境。啊，不过头一天就有人因为一切拢爱变较慢的，亲像散会啦，还是上班未服装气噗噗。啊，联合国是宣布讲有烟的汽油爱正式进入历史。巴黎市区街路限制时速30公里，正常头一天上路，已经惯习50公里的人来讲，被逼放慢脚步实在是真艰苦。有计程车司机认为，对赶时间的人客来讲，不如用行的。万一超速红绿灯，罚款135澳元，相当代表4400块，安尼哪会好呢 ？Alors si je roule à 30, le client ira. Si je roule à 50, je me fais arrêter par les flics. Alors je ne sais plus quoi faire. 新措施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提悬应对气候变。前来减排承诺，一方面要改善市区的人车关系。市府已经将部分的街路限制，也是禁止车辆通行，搁增加左边车道的数量。除了香榭大道、万世大道等主要交通干道之外，巴黎市区大部分的街路拢采用新规则。民调显示，65%的巴黎市民尊重新速限政策，因为会当换来安全甲安静。En effet, le fait qu'on soit aussi proche des voitures, le fait de ralentir, ça permettra d'être plus en sécurité pour les cyclistes. 就伫顶个月，阿尔及利亚用完最后一批库存了后，含烟汽油进入历史。阿尔及利亚是全世界最后一个使用这种燃料的国家。联合国环境署30表示，相关的推行甲宣导经过19年的时间。When the campaign began.86 countries were still using leaded fuel. Today, there are none. We must now turn the same commitment to ending the triple crisis of climate disruption, biodiversity loss, and pollution. 科学研究显示，含烟汽油会污染空气、土壤，影响心肺更加大脑。联合国环境署表示，太多含烟汽油，当年会当防止超过120万人提早死亡，提悬儿童智商，为全球经济节省2.44条美金，佮会当降低暴力犯罪。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